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熊粉丝频道，我是大熊哥。今天还做个非常家常的蛋炒饭啊。蛋炒饭的话，加上这一样啊，炒起来会更加鲜美啊，更加美味。一点那个胡萝卜、青椒、葱花，两个母鸡蛋，还有一点洋葱啊。撒一点盐啊，就是打蛋。现在开始调味啊，来一点盐，胡椒粉啊，增香了。这个非常关键的啊，就是这个放盐，这个生抽，生抽它可以增色增香，还有增加鲜味。